小白菜和大白菜的区别。小白菜和大白菜的区别：一、外观不同。从花瓣形状看，大白菜花瓣倒卵形，长7-8毫米，基部渐窄成爪；小白菜花瓣椭圆形或近圆形，基部具短爪。从外形看，小白菜外形均匀，头尾宽度基本一样，叶基较窄，叶脉细腻，而大白菜的叶子、叶基和叶脉都比较宽大，且大白菜能看到粗壮的根部。二、营养不同。小白菜的胡萝卜素最高。小白菜是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最丰富的蔬菜之一，其中胡萝卜素含量明显高于大白菜。大白菜的维生素 C 最高。大白菜维生素 C 含量高于小白菜，常吃还有护肤养颜的效果。小白菜是一种原产东亚的蔬菜，俗称青菜，又称椒菜、瓢儿菜、瓢儿白、油白菜等，与大白菜是近亲，同属芸苔一种。